哎呀，带土！哎呀，现在最烦打的就是带土了。哎呀，对方这个忍者呀，他这三个忍者最让我心发慌的就是一个带土了。来，墙角，敌不动我不动，不要过去。打带土，千万不要主动，要保持一个被动。不过去，试探。哎，他也在试探。来，二 A 试探。嗯，看到了，机会来。没事，错过了机会就错过了。混一下，困到了。看出替身，嗯，霸体开。就抓，猛抓，抓到了啦。还好还好，战斗优势了，一二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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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易放，不要不 不要松懈，打他就是慌。嘿，丸子推起来，没事，猴子枪压他没到。哎，有了，啊，困着，啊，瞬间局势反转，裸心感。好了，第二个创立班开局先往回走，往上走。哎呀啊，中板砖。看，忍一下，嘿，再忍，嘿，错爱啊，抓你后牙，赶紧霸体开。哎哎，这又尴尬了，他又没刀，这就稳定普攻就完事儿了呀，很稳，面盲很稳。啊，一个螺旋丸小组合技，注意好浮空，有时候会掉，有时候会跳，有时候真的会掉，抓一下。来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想秀一下，你给我动着吧，丸子终结，恶心感，难道剩了一个豆？不过没关系，鲜明，嗯，鲜明查克拉，哎，哦，对，我们两个之间是有彩蛋的，能不能搞出来？预判，主攻预判抓到，敢站在中场，一二，哎，插眼。你想走想走想带霸体开抓，没有抓到，我也有通灵，就跟你就跟谁没有通灵似的。嘿嘿，抬手来，哎哎，往中场按，他走了，秒替直接接不攻接上了，有了控制好血量，他敢替身，我们直接反身开大，说不定我们的彩蛋就有了，应该会有。大哥别让我打扫。哎，替身替身，别，对对对对对对。